原标题：马家军少帅马纪元确实很能打，曾叫嚣要活捉彭德怀，最终战败逃亡。1948年3月，西北野战军取得宜川大捷后，彭德怀为歼灭国民党胡宗南部有生力量，并解决我军粮食给养，决定发动黄龙山路战役。3月4日，彭德怀向全体指战员发布了作战命令，由张宗逊率领1、4纵队进攻中部和宜军，3、6纵队进攻洛川。彭德怀打算通过围城打援调动敌人主力，在运动中间灭之，并相机收复延安。3月9日，西北野战军3、6纵队到达了洛川城下，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。西北野战军由于缺乏攻城的重装备，数次爬城均未能奏效，敌我两军在洛川城下形成了对峙。眼见洛川告急，胡宗南立即命令在豫西的国民党裴昌会第五兵团去解洛川之围。裴昌会因为害怕在野战中被歼灭，在河阳、澄城、白水、集气以南一带徘徊，不敢轻易北进。彭德怀在西北野战军史事大会上做动员讲话，建围城、打援两个目的均未实现。彭德怀立即调整战役部署，决定乘胡宗南部主力集结在渭河以北、洛河以东地区。